想袂到，伫个西江城掠走翠玉甲乡里人，就是伊；伫个青东店，甲我杀着小人，也就是伊。迄个人真是甲夏江良生做一模一样。哎，唔对，杨哥，我即摆已经会当认清楚咯。因虽然生做真同款，杨哥伫个讲话、心情，尤其是迄对眼神，完全无同。 金莲，你会记哩？咱要去凤阳山，伫路上撞到迄个细憨头目，伫要死以前讲迄句话。迄个细憨头目，伊所讲话，敢是用去证明讲朱世林又甲山贼勾结，甚至翠玉至今还搁伫伊手头。金莲。 自细汉作恶多端，亲像这款人，你敢会去戒心？金莲啊！情形无同款，你并不是为着私情来逃走，你是为着你的幸福打算啊！金莲，天父，阮命中注定。那是花头啊，金不换也着转过你遐哪里哦？你的闪光，天亮你咪闪光啊！金莲。 虽然你这里真现实，也毋过我却袂当相信讲朱世林伊会改过，所以我暂时要留点仔惊声，等下你甲朱公主两个完婚了后，证明讲恁两个夫妻确实真美满，我才愿意离开。 去迎接公主啊！这个王府的别院，无非是安排要让公主住是？是。呀，那恁张翠玉对时间安搭伫什么所在呢？哼，秀玲居，迄个所在真隐秘，除了我知影，任何人都找袂到，你用安心嘛。唉，婚期搁12天啊！ 12天若是到位了后啊，这个所在是我甲公主住的新房。世林啊，无你搁伫咧变什么把戏啊？口口声声讲你无要甲公主完婚，即摆又搁？赵夫人，你上惊的代志，敢是张翠玉？惊迄万一将我出卖，连累到恁母仔囝。 我毋只是惊张翠玉来出卖，夏江良甲陆清已经来到京城，你知影？当然我知影，赵夫人，请你坐，详细听。哼，我早就准备天罗地网，就是要对付因种人。陆清呢，伊绝对无法度将迄个批信送到王爷的手中心，你会用放心吗？ 公主甲张翠玉，毋管我安怎安排，远滴也袂去连累到恁母仔囝，你会用免烦恼。也毋过，你必须要答应我两个条件。头一条，毋管我安怎对付就是夏江良，你毋免甲我过问。第二咧，公主。 大个所在王府别院，毋准你甲我交了，甚至就伊张翠玉迄个秀玲，今日也袂去的。哎，你现在从啥啦？鬼梦啦！鬼梦！ 王府的别院，哎、欸，新郎，唔对哦，那唔对，无唔对啊。我是踮伫个秀玲居啊。是啊。我捌听朱公主讲过，王府的别院是伊甲公主，因两个的新房啊。不过朱公主，伊也无打算要和公主结婚，所以毋才故意安尼安排。 要哪呢？朱公主毋就打算讲要将阮两个调换，我唔答应。对不？朱公主有咧吩咐，你若爱恁阿爹保持着活命，你就爱乖乖踮大只。好，新郎，你去请朱公主来，我要当面甲伊讲，我要问一个清楚这件代志。朱公主无时间通我见你。 朱公主现在去你对付着夏江良，要甲我救无死。大哥，无定着迄个拜卡阿伯啊，甲迄个查某囡仔走落去京城，咱安尼哪行哪门行到遮？离京城啊，阁有40外里路呢。哎呀，咱的目的是要来去找迄个翠玉环，都毋是要赶路，你哪做这急的？毋是讲我着急啦，翠玉环是我甲人用棒见的，我可袂讲，即马着去找着翠玉环。 马上送去宝庆王的手中，立刻通我证明你是真正王子。即马马上立刻，啊！你的个性哪会遮急啊？急到像咧急惊风呢。啥？无大哥啊！你讲我是急惊风哦？其实你哦，我啦。 偏偏把一红不同调，白含沙丘也不同调，说得好听是有修养，其实是一个慢当中，如此不当的个性。 竟然结为金难明，终是夫妻太不幸，将你冤家就闹袂停。这都无一定哦。哦，原文其详，为你。 只有应忍了，为人之切应原谅，相敬不当互相体谅，只可相爱两永远。一花。 外情热，你是讲到倒来去啊？无啦，但我是好奇，甲你问一个呾嘛。你以后是要选倒一届名门闺秀有妻啊？啊，有你这个禁卫军总教头的千金伫我的身躯边，我哪着什么麻烦？我去再找一个什么啊名门闺秀啊？哦。 对对对，翠玉环啊，唔是啦，唔是啦，找到迄两个公孙啊啦，啊，嘿啦，迄村民伫咧讲吼，迄两个公孙啊，就是做起遮咧甲人分啦，啊，讲到即几工啊吼，才离开即庄，讲对流河迄边去安尼，真是嘞，哎，大哥，因一老一姊吼，咧行路有较慢，咱紧来去追。哎呀，哪对咪遮着急？你无看前面有3条路？ 啊！咱这3条路，每一条嘛通过咧流河，这就是咱4个人吼，拢分落来去家堆啦。啊，咱若要集合，就在迄个高升客栈见面嘛。安尼好哦。啊无，我对这条来去堆吼。好。啊，咱两个对遮来去，阮对正平去啊。恁正平，我着右平。哎呦！哦啊，是嘞吼。不要紧。 感觉真面熟。哎，公主，请借问你，你拄则毋知有看一个歹脚的老阿伯，甲一个查某囡仔，行对遮过无？哦，无咧，无看到。啊，交了哦。对，伊就是我表小妹绿青嘛。哎，表妹。 表，自然车离所引起，分散二十年，又生一个，唔才当嫁着我的家。平大哥，我记得你捌甲我讲过，你的囝现在上受去做养子，你哪唔去追问下咯？追问甲你讲迄个人呢？伊都不愿意接受伊要甲我交换的条。 哎呀，其实你个条件该答应有啥物要紧？恁白捡要见面，都无啥物搁比白捡要见面的代志搁较重要些。是。你知影要甲我交换是啥物？伊要叫我除掉你。是知影恁嫁下落迄个人是？ 救夫人，我明白啊！我记得咱第二摆见面，明大哥你背剑，要对付我，然后你又甲我讲，为着要甲你失散二十年的囝见面，偏偏就对我出手。在我的内心，那是一场最痛苦的天人交战。 在我会当克制着我家己的感情，小玲，我宁愿一世人无见着我的囝，我也无愿意对你出手。平大哥。 一定，你的囝是我的表兄，我总是要我义务头去问伊啊。小玉，像公主去认亲，这是赵夫人的阴谋。除了绿城迄张批以外，你就是伊最大的危险。伊要哪有可能对你讲实在话？哎呦，这是安怎啦？阿伯啊！哎呦，我找你是找足久的哦。到底是啥人啦？阿公，伊哦，伊就是互咱越看迄个人啦。哦。是啦是啦是啦，阿伯，我钓一帮送你一卡越拳哦，你越拳嘞哈？什么越拳？人迄个当店的头家哦，讲什么琉璃嘴啦？ 啊！我转四五斤拢啊转袂去咧，呀！来到遮吼，一个腹肚枵，提起一间饭店，吼，迄个真好心。炖10分钱，唔知买馒头咧食。哈！不啦，喂啊！啊，迄是倒一间啊，炖店是倒一间啊。啊，就去加买一间啦。